名是叫金刚宝吼。啊，有大车会停到底，啊，大车后伊伊压进来个底后边塞不动。底行吼。哦，你先讲个。搁再讲咯。就听咧，遐个好看种个。伊遐袂使。看种个去。你星星还搁有看到嘞？哎、欸，有咧星星，到位才看会到嘞。对啊，对啊。拄第一届啦，哎呦，我来十年前咯，三月啦，刚三月登清明的时候要登一届。休闲都没有了啦。你看这怎样艰苦？啊，有的不知影讲，唔知影讲买厝了了，你拿一罐，敢搁借倒出来啦？唔知影这条啦。后来伊，咱初期，咱都要带时候，咱较歹过嘞。对，要较细间的啊，对哇。咱要食饭。嘿啊。啊，一个厕所加电脑就好啊。对哇，嘿啊。前方厕所照相所限一百一十米。啊，有诶，毋是啊，讲买厝第一大装潢才卖啦，无大装潢嘛毋啦，对无？啊，你无能，你家己去要拼，你大装潢买袂到啊。嘿啊，这个开钱嘛袂要紧啦，对无？对啊，对啊。对啊，我咧大咧。我嘛无发装潢啊。因为暂时先大咧就好啊。对啊。你我前面去就知影，你前面就知影，我蛮难装。对啊，阮买嘛，阮嘛无装啊，伊到尾大只间才有隔间啦，无隔间，迄个空间无隔间会煞了。原来拢无房间啊，拢无厕所啊，无隔间会煞你啦。啊，所以爱叫这山来隔房间，无拢无房间嘞，拢空的嘞。啊，我较早就是拢隔好啊，所以。